非常卓越的领导人，然后有非常优质的企业文化，还有一帮志同道合的同事，在这个平台上每天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，也希望把这样的价值分享给更多的客人。创意，思想源源不绝，而且专业的一个平台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在这个平台里面呢，能够帮助很多很多人提早退休，而且达到财富自由。这就是我们爱亚太的理由，我巴不得每天都能够跟亚太人相处在一起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、有热量、年轻，而且其实充满创意的平台。亚太集团呢，之所以吸引我，是因为这个平台它并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上班打工的一个环境，而是可以让那些像我们一样有一点点梦想、有一点点野心的人，在这里放飞自我，实现我们自我的一个价值。